你若有证件无？哦，我看一下，歹势，大哥，你先改一下。走走，前面，大家前面，贝尔，你退一步。来，再找你家，再找你家。好，带起来。来，先道具。哎，这样谢谢。本守严谨日前执行巡逻勤务时，在林园区康乐街一处空地，见40岁的陈姓男子形迹可疑，神情紧张。陈男见警方趋前盘查时，立即弃车徒步逃逸。执勤严谨赶紧上前跟上。盘查过程中，陈男相当不配合，并与警方发生推挤。推挤过程中，严谨发现陈男身上掉出一只红色包包，露出数包结晶体的夹链袋。检验后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。警方在他身上共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21小包及电子磅秤。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妨害公务罪移送侦办。林园分局呼吁，千万不要轻忽毒品的危害，更不要以毒品来纾压。毒品不仅残害个人健康，引发犯罪问题，警方对于不法行为将严正执法，绝不姑息。